共寮在地的优质水产品，共寮包现在正当季。新北顺市推出了包吃包游青旅东北角小旅行，邀请游客来体验，强调好吃好玩又好买。同时也规划了线上虚拟鱼市场，让没有办法到产地的朋友在家就能够买到最新鲜的共寮包。生猛的共寮包动来动去，保证新鲜没话说。为让更多人品尝到优质美味的共寮包，新北市政府12月规划了5个梯次包吃包游青旅东北角小旅行，强调好吃好玩又安全。南东北角除了海产好吃，当地有很多好的地方，所以谢谢我们旅行社的陈董事长刚刚安排，现在有鱼场，那其实平常自己就可以到来细品啊，看看来，然后再吃个包鱼，吃个海产，玩乐就是要买，所以好吃好玩最后就要容易买。所以今年除了到现场推出的相关这个利用5倍券再来加码以外，我们其实推出了线上虚拟，现在最夯的叫元宇宙，就是把虚拟世界跟实际面哦，那个界限越来越模糊，有时候你搞不清楚这存实际面要给，那我们就希望把这个购买的情况，把我们的整个这个线上购物，包括东森林这个农场把它加进来，让我们不仅可以到现场去买，一样的在自己家里就可以很方便的订到最新鲜的它的鲍鱼。没有办法到产地的市区也有的买，12月11、12号在台北希望广场，19号在碧潭的新北希望市集，到包食小站可以买到各种共寮包产品。另外透过线上虚拟鱼市场，就算不出门也可以逛市场买海鲜。多谢谢你，哎，主持人好，何夏丽呢？高年谢谢，那地址就买你家。哎，钟明，哎，今天很快。哦，钟明啊，是，他那地址你要准备下未？哎，未歹啦，即马开始即个逛了报，迄个开始即个买即个产季到啊，是吼，有办遮侪活动诶。哎，十月初我拢准备好啊，哈。嘿，鱼诶足重要，甲大家考好条安尼。虚拟鱼市场是渔产行销新通路，在虚拟的世界里，动动手指头，众多的摊位跟商品任君选购。有趣的是，在挑鱼货的同时，还能跟店家线上互动，把感情三两下功夫就可以完成交易。这个是鲍鱼，九孔，还过来泡椒，泡椒啊，白带鱼，我本来叫短的，对啊，哦，好多你准备去逛，咱食是遐海产。所以绝对是想听的呢，所以不仅营养好好吃，最主要是它对身体非常好。副局长满载而归，开心分享自己抢先下定的战利品，立即后康到手宝，变成最佳的推销员，吸引民众热情抢购。记者方建凯新北市采访报道。